今天呢，带大家看看靠近 MBS 的一间2 level 的一间算是餐厅吧。最主要是因为它的蛋糕很出名，就是在57楼。地址方面呢，等一下会放在我的留言下面。然后你能看得到，就是这个是 Lavo 的那个餐厅的外面。当你一走进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得到它的装潢其实还蛮上档次的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然后你一走进来，最主要也是因为它的夜景吧，它的夜景很出名。一开始进来的时候，是因为外面的位置都满了，所以就是里面的工作人员就把我们安排在了里面先坐了一下。然后等到外面有人开始陆陆续续的回家用餐完了过后，才把我们安排到外面去坐。所以你能够看得到，其实就是就算普通天来都很多人。然后这个是当我们就是已经开始换去外面坐的时候，它的外面的最主要就是因为月色的时候啊，夜晚的时候那个氛围感很强。然后你能够看得到，就是它的外面的这些风景啊之类，其实都是蛮不错好看的。我们会来这边吃，最主要就是因为，也是因为它的有一个很出名，就是这一个蛋糕，它算是20层的蛋糕，就是有20层，占次是蛮多。个人是建议，如果没有很爱吃蛋糕，没有像我很爱吃蛋糕的朋友，可以4到5个人来，然后才有办法吃完。因为最主要是它很甜，然后我们也点了一个披萨、红酒，还有就是意大利面，还有就是这个是免费的那个面包，那个是免费的。好了，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视频，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呗。